秀銮哈，很快的时间下山了哈，那个很快一转眼一年哦，时间非常的快。好，接下来我们紧接着来欢迎我们是桃山国小为我们带来的木琴队的表演。桃山国小现在人数呢，学校有82位同学，目前呢校长是苏美娟校长。啊，教导主任呢是钟主任哈、啊，那指导老师是廖淑欣老师。那桃山国小呢，在我想呢，在县内呢，不仅是在合唱的这个教育的推动，那在目前的这一块的发展呢，都有非常长久的这个时间哈、啊。那在合唱的部分，据我了解，已经有20-30年的历史哈、啊。那光是现在的苏美娟校长。他已经带这个团合唱团已经将近快20年哈，非常久的时间，所以这个特色的经营呢，透过长时间的这个孕育哈、培育培养呢，孩子们就会变成学校的一个很特有的一个色彩跟风，这个可以呈现更丰富的内涵的部分。那桃山国小在这几年呢，在专辑的部分，还有呢在合唱的教育推广，在全县呢可以是领先群雄哈、哦。那在各位呢，这几年我们可以看到桃山他出的这几张专辑呢，有2次呢得到这个金曲奖的这个荣获金曲奖的肯定。好，我想这在很多学校呢是非常的羡慕的哈、哦。所以呢，我们今天有这个荣幸呢，在这个本土的成果活动当中来欣赏桃山的木琴，我想这个呢是我们大家今天是非常有耳福哈、哦。好，那我们现在是不是用掌声来欢迎桃山带来的木琴表演？好，古河国小以及沙坑客家花鼓，请准备。
小的花鼓队。好，那他们呢要带来一连串的花鼓表演。好，古河国小在历任校长的积极努力以及支持下，好，他们落实校园文化，好，传统文化的深耕的推动，好，使花鼓队呢成为新竹县优良的传统艺术学校之一。那学校呢全面推动花鼓课程与活动，好，在校内许淑颖老师的指导下呢，好，培育了无数花鼓的人才，好，深获社区的人士以及家长的肯定。那花鼓队的小朋友呢都是中高年级的小朋友，那他们呢平常呢利用课余的时间，好，好，筛选出对花鼓有兴趣有意愿的小朋友呢，好，加紧的练习，好，在课业上面在品性上面呢，好，都有很好的基础，所以呢小朋友呢会利用晨光的时间还有下课的时间好来进行练习的部分。那今天呢，好，他们要把他们努力的成果好展现给大家好看，那也希望所有的在场的大朋友小朋友们给我们古河国小好一个热情的掌声，也让那么远过来我们坚持乡啊，让我们所有坚持乡的居民啊能够再次看到我们古河国小的表演不一样的表演所以呢话不多说，我们再一次给古河国小热情的掌声。
段的表演哈。好，刚刚的表演呢，第一段的表演哈，非常的精彩。那相信第二段呢，会更精彩，所以大家拭目以待。好，我们让他们在调整乐器的当中呢，哈，是不是也借用你的双手带给虎河国小的花鼓队呢？好，一个热情的掌声，谢谢。
好。